Or you can call 0971-12306 to propose suggestion.以免溢出烫伤自己或是其他朋友。二，列车运行时，请不要把手。下雨，雪糕的太咸。
松下。站起来。列车开往梅溪湖西，下一站迎宾路口。